很有名的一个早餐街，这是中继烧饼，骑了一个小时机车快晒爆了，一秒来到欧洲了，罗马竞技场，金丝标牌，练习一下倒石油啦。合理吗？不特别的。果然好大，挖出来，好不了，搞了一笔也不甩我。那个龙母是挖地深邃，麻烦了，还是有点回甘味。我们要北拜见，水很干净，有像金鱼吗？拜拜啦，大桥冲凉古榕，海燕屋有点像白木耳，有点像很软的爱玉。等一下，那是我中结收，小心哦。好大颗，好大颗。我觉得家的胡椒好好吃哦，新鲜哦，超嫩，一碗玉冠冰融化你的心。老店通常这种地瓜应该都会不错，好多钓竿哦，哦，中了，中了，哦，可以的，好吃吗？可以。大家早，今天是我们在澎湖的第二天早上，现在时间早上七点多。等一下我们要出发先吃个早餐再进行今天的行程，那今天的行程就是本岛一日游，之后下午是潮间带导览，晚上的话去夜钓小馆这样。 OK，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出发吃早餐 Go。 这是很有名的一个早餐街，我们来自这个益丰豆浆店。哎呀，这里有两间好吃的，这是中继烧饼，然后摆很久。然后中继的对面是吃牛杂的，已经中继爱摆得久诶。对啊，我顶下就食一间，这间意粉嘛袂歹啊。他们白骨。好吃啊，好吃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要去环岛了。我们现在先去最远的灯塔，大概要骑一个小时吧。现在到了渔翁岛灯塔，骑了一个小时的机车快晒爆了，感觉等一下要防晒一下了。我是露营的。哦，哈哈，露营的。哎呀，哦哦哦，够帅了，够帅。这件衣服很帅哦，你这件衣服感觉很透气。我们现在到三轩塔，帅吧，帅哈，小希腊。哎呀，对啊，一秒来到欧洲了。礼拜吧，这礼拜哦。礼拜，空气是。对啊，新景点。嗯。小港口啊。这边是罗马竞技场。这个三仙塔就是。祈求男女齐寿，它中间的是主塔，左右的是副塔。我们现在来到了西屿西台游客中心，我们来看军事历史建筑，全票三十，我要五位。五位啊。
非假日25块。军事碉堡，哦，龙斗器，看大炮，哦，大只，啊。是哦，你第二日单，是第二日单，用你别乱嘞，没嘞，别乱，那我跌了是吧？叫我炮啊，哦，炮弹呢？你要给，就是今天给，今天啊，这位太大声了，很大哎，他不是很正吗？他一个人没有拿的话。所以伊个枪管就是被人用。耶，卡起来，练习一下。哒哒哒哒哒哒。这是全澎湖最美的全家了。风景最美，他也看海。因为它上面这是玄武岩。到此一游啦。好美，今天天气超好，天空蓝，海水蓝，加上这个玄武岩，它都很好看的，真的。下一站，我们现在到二坎部落了。对，这里有很多文创的东西。然后有在地的名产，我帮你拍一个帅照，水这背景水，对啊，就用珊瑚礁做的呀，海枯石啊，海枯石，上次喝这个，好喝，来，来，我帮你插这管，快过来。冰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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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，我们现在来到了阿松的店吃串冰。好点了，先跑快哦。哦。我刚没吃些，你先你看着看嘛哈。好啊。是有，挖出来都是料。海里的虾子更好吃。他说，台湾人都被他的蛋炒饭吓到了，惊艳，吸引到了。啊，米是啊，米是什么？你搞着虾啊，遐米足济，加落遐米也剥出来喔。嗯，还有小卷，这小卷很嫩。嗯，对。妙姐炒饭90。因为加些小卷都照办139。小管丝瓜蛋，丝瓜蛋。然后丝瓜是吃脆的。他说他们这边的丝瓜是偏脆的。这是早上采的呢。嗯。海边的丝瓜。酥啊。哎，酥啊。很好吃啊。我跟。对啊。你们卖海鲜啊？我别口感我也来。口感不一样啊。这个口感我可以。这个很有丝瓜是吃脆的。嗯。那跟他这边。嗯。鲜鱼汤。马粪哦。
是有点海水咸咸的味道，因为可是它不腥啊，还是有点回甘，就会甜甜的。不会，啊，也来烤鱼嘛，把它盖起出来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它那个不是那种鱼腥味的那种腥。是鲜的、欸，是鲜的、嗯，然后它有点淡淡的海水味。我跟他北派见。对，它不是，它没有鱼腥味的。你这个假咸煮臭逼，应该是锅炸出来。系啊。哎，这个我们叫做十岁的啊，有价值性的。哦。你看看，嗯，黑胡椒的哦，不是胡椒的哦，这是紫菜蛋花汤哦。海菜啊。海菜我还加另外一种小鱼，小鱼干。剥昨天才剥的，煮素食便当气了。嗯，鲜哦，也口感都特别嘞。对呀，我再过来。甜的，吃完然后。嗯，风雨的。对，啪啪啪。哦，好 Q。对啊。它好像很多鸡肉的感觉。得盖浆嘞。嗯，好吃的。够淡薄咸咸吗？嗯。玩死了，吃了冰还是海鲜料理？吃了多久？1600。吃了多久？两个小时。原本只是来吃冰的，然后变吃午餐，越点越多。有哎，有价值哎。还有海胆哦。我们现在吃完饭来金鱼洞。这间啊。这间是啊，这间是网红推荐的哦，所以在这里啦。因为你是要去二一地开街，你一年都拢无一定去两街。他那个是玄武岩啊，柱状玄武岩，不行啊，对吧？不行，对啊。哦。水很干净。最喜欢看人的海哦。最喜欢去水区玩。惊叫见底。好吗？有像金鱼吗？好像不太像哎。我们现在要回程了。然后来跨海大桥这里，到此一游。耶，拜拜啦，大桥。下一站来到了通梁古榕，来乘凉一下。走，我们去吃冰，再度吃冰。芦荟冰哦。芦荟冰。那些抵押冰哦。你的是海燕窝，海燕窝就很像白木耳，或者是芦荟。有点像很软的爱玉，喂，小蜜瓜，喂，我差不多也最大，没啊？你叫各位等两个小时啊？无啦，要等去找恁去啊？妈妈，我们要等去找恁去啊？我们现在来到了海赤园，我们要去体验潮间带的导览。感觉会晒爆。我们一行人要去潮间带探险了。耶耶，这是我们两个的影子。到海边了。你要去抓鱼了。好海人哦，我去近滩。近滩，近滩你不该带这个啊。我
哇、哦，要等伊哦，大台哦，无螺旋桨的。螺旋桨，那我更多多大？啊，呀，你带要来啊？拉佩拉的啊。去哪里？我去吃海鲜了。自己的海鲜自己抓。教练刚刚说有十颗，还是什么野生什么东西，教我们如何把它弄开。那个可以现吃，他说的。十颗拔起来就可以吃了。哦，在这里海参呢。我们要第一种生物就是黑海参，它海参是没有危险性的，所以它是保育类，它都可以。来，你混吃。混。哎、欸，他在喷水了，他在喷水了。你看，他在尿尿了。等一下，张头拍。等一下，帮我定格。1、2、3。帮我就是那个什么，刚刚的那个吃的表情。哎，对。想拍照贵宾就可以在旁边，各位后面嘉宾可以稍微帮我聚集过来哦。哇，好多海参哦，我会踩到它吗？踩到他们不会受伤，不用担心。不要又踩他又碾他，他才受伤。魔鬼的呀，过来呢，试惯了哟。哎，这边是什么东西啊？这边有海胆呢。这么几条没？这里有一个。这是海星吗？对的啊。哎、欸，它是蜈蚣结舌尾。哎、欸，好可爱哦、喔！等一下，好可爱，很可爱啊！哎、欸，它会跟我们拍手哎、欸、，say hi。哎、欸，等等，哎、欸，你没有决心，等等，喂，它要爬去你身体了，没关系、啊。有毒的螃蟹，它的名字叫做红斑瓢蟹。哎、欸，要抓它的时候呢，就是这样抓它，哎、欸，千万不要抓它的正面，哎、欸，抓它的时候可以从它的背面抓它。哎、欸，那螃蟹有毒的是在于说吃了才会中毒，仔细看很多的点点，它就是红斑瓢蟹。妈妈抓好不好？那、啊、你要不要一起拍？我抓，小心哦。教练说三点以上不能吃，是有毒的。清蒸、红烧，没有这一只不能吃，不能吃。这一只如果吃了，你会进 ICU。它长得很奇怪。那边。来这里，小心不要被抓。可以，好，真的，小心哦，谢谢。来，还没有人要跟出大水蟹拍照，没有要放他回去喽。好，回家了，拜拜。那你在哪里抓到的？欸、你看他躲太阳，哎，聪明哦。欸、有没有跟寄居蟹拍照的、啊？寄居蟹，哇，好大只哦！它会出来吗？看我，1、2、3，OK， 好。那叫做巨大针寄居蟹，超大只哎、欸！好大只哦！哇，它会出来吗？对。哦。那个可以吃，要很多颗才可以。一点点。就是它煮了之后就会缩水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还有叽叽的声音。超大颗的，好大颗、哦、你可以摸摸看它的那个毛，嗯，绒毛。哦，真的耶。对。它现在不敢出来。我先。哎、欸，我帮你拍拍。它算软软硬硬的。好可爱哦。我想摸摸看呢，给我摸摸看就好了。Want to try? Don't hold it. Look, it's nice. Just hold on. Look how tough it is. It's totally okay. See? 它即将变成美味的海鲜汤，这个死烂鱼汤。就可以用戴手套的手去敲它，手跟脚要小心，不要被它刮伤哦。对的。好乌嘞，大地哦。我阿哥捡起来。不用乌嘞，捡起来。歪的我唔敢吃。我吃。这边有柠檬汁跟淡水，这边有水跟柠檬汁。这边小心走，慢慢走哦。这边加点水，要喝的纤维，清水柠檬汁这样子。来哦。这边可以冲洗。
对，是比较好吃，因为它肉比较大啊，這個、没有沙子。所以它的学名是盐点六升。它的学名是黑石牡蛎。哦，那不同种。就是跟台东吃的那种是一样的。他们用挂串式的，那个不是。台湾养殖的是葡萄牙牡蛎，回过在中间，因为它不管怎样，它都吃得到食物，所以说它其实长得会算快，但是肥不肥要看它的季节变化。它也是两三个月就会长回一串的。一串有点难，因为这边黑石牡蛎它最大就是可以长到这样，但是大颗的牡蛎你只要越放越久，它就会壳越长越大。很好笑哦。吃饭喽。还可以。导览完，我们来吃这个海鲜粥。应该是。对。我要一个，谢谢。我觉得加了胡椒好好吃，是，会很香。很好吃呢。有两种吗？哇，太多胡椒了，太辣了。我喜欢你。我们要点那两。刚才的石斑鱼已经变成这样了。哎，真的耶！我要。大家在排队了。喝喝看，好喝吗？新鲜现宰。对呀、啊，新鲜的哟。他回不了家，只能进我们肚子，好可怜哦！超嫩，赞哦！跟昨天吃的不一样。好，因为这是现宰的，有一个大火锅。好，我们现在先回市区吃个东西，然后等一下八点半我们要去夜钓小馆。我们现在来吃玉冠嫩仙草，太热了。一碗玉冠冰融化你的心。耶，买完了，回民宿吃。他那边没有内用。买完仙草，再买个赤坎炸果。老店通常这种地瓜应该都会不错，只卖四个东西而已。好吃，一路好，好吃。米糕好吃，仙草鸡米露也很好吃。啊，你怎么这样？你的是什么？我的是综合。综合仙草没有，一下芋圆哦。这是夜晚的澎湖市区，我们要去夜钓小卷了。先生，这里不能坐哦，坐我的机车哦。我们今天要夜钓这个大义夜钓小馆，我们要去报道了。苏明勇，那你今天要钓几尾？一尾。一尾啊。自己吃就好了、喔。对啊，啊我的嘞，两尾。好，两尾，哎，这样就对了。哦，这钓回来的。没有问他们有没有钓到。我们要上船啦。好，我们靠上一排座位，可以坐三个人。今天的月亮是圆的嘞。昨天也很圆。中了哦，中了哦。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有在咬吗？没有，都没有东西在咬。哇，好多钓竿哦。没有。对，没有。你现在抓多久了？抓了，我不知道，多久了？还没中哦。没中。嗯。然后你看到那个水流，
有啊，它一直往这边、啊。它在那边。哇，好厉害哦！哇，它是这样子咬的。对啊。给它刮了一个。它是勾到的。哇，好厉害哦！收进二。呜。好吃吗？喝一口汤。嗯，很浪漫哦，你看。脚很颤颤的，那我不客气喽。没关系。好。I can't get the tentacle. What do you think? 好吃吗 ？Fresh. It's so fresh. 没有啊，你们不要沾。Pew pew. 好了，各位，那今天澎湖第一天的旅程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。那今天澎湖真的是超热，我们在外面一小时就快受不了了。今天行程算蛮丰富的、啊。那以上是今天分享了，如果喜欢的朋友记得帮我点个喜欢，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帮我订阅哦。那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